请掀开经本，旧盘查网长行第九句开始。无边净化眼，旧盘查网得开始不退转大悲藏解脱门。清凉在这一句有个简单的提示，多戒修悲，究竟灭苦，唯不退转。悲多方便，故佛名藏，唯安众生，所以开示。大师言语不多，把重点呢都给我们提示出来了。菩萨所修学的法门与他的名号一定相应，无边净化眼。这是法身大师的实现，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诸佛如来的实现啊，应以鬼王身得度，就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多劫修悲，诸位在此地一定要明了，并不是多劫是鬼王身啊，那你这样想法呢，你就完全错了啊。多劫当中啊，如果没有修行正果啊，那么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像我们这个经上前面所讲的色界天王身、欲界天王身啊、天众身啊、人身乃至于三途身，都曾经说过，这才是多劫修悲呀。那么正果之后，果在佛法里面讲必须要超越六道啊，才叫果。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不算果报啊，这个一定要懂得的。所以佛家的小果是阿罗汉，阿罗汉呢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这叫小果。大果呢，这一定是证得一真法界啊，换一句话说，超越十法界，这是大果啊。那么佛法所谓的是大乘小乘，也是这个意思。那么证得小果之后，他也要经历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所以是多劫修悲也。每一个人修学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修学的重点不相同啊。那么这是在中国
大乘宗派里面的诸位都能够觉察得到。啊，像这个法华修止观，啊，重点在止观，啊，贤首重点在法界观。都是偏重在禅定，啊，法相为师，乃至于南山的律宗，啊，他都有个修学的重点。菩萨在此地为我们实现的，他修的是慈悲。偏重在悲，啊，悲决定跟慈分不开家的，啊，偏重在悲，啊，慈跟悲怎么个区别呢？两个字都是现在讲的爱心，而慈爱偏重在啊，帮助他得乐；悲心是偏重帮助他拔苦。啊，诸位想想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娱乐当然他就没有苦了，拔苦当然他就乐了，所以这两个字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偏重不一样，啊，这是小有差别。我们一般讲啊，大同小异，啊，所以慈悲常常连在一起。那么由此可知，菩萨的修行呢，非常接近地藏菩萨行。啊，我们要用观音跟地藏来代表，这两个都是修慈悲法门。观音菩萨偏重在慈，地藏菩萨偏重在悲，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这位菩萨也是修的这个行门，啊，所以这个行门多劫修成。我们现在一般人缺乏慈悲心，不但是世间人缺乏慈悲心，修道人也缺乏慈悲心。啊，我们看佛门许许多多长老，啊，口里面说的慈悲，慈悲不能落实。啊，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什么原因呢？他修的时间不够长，啊，多生多劫，永远不舍弃，这个意思就是像诸位啊前几时听到许哲居士的话。你看看李牧云问他，你到底信什么宗教？啊，徐居士说，我信的宗教就是爱的宗教，爱一切人，爱一切众生，这就是慈悲呀。这是我们现行我们见到的，你看看他所修学的成果，他今年101岁，我们看起来他只是40-50岁的人而已，甚至于今天40-50岁的人体力都不能跟他相比。
这是实实在在的。啊，耳不聋，言不花。啊，我很仔细观察，他只掉一个牙齿。耳目聪明啊，啊，行不如飞呀、啊。四五十岁的人真的比不上他。他修的是什么？修慈悲。啊，虽然没有接触佛教，没有听过经，但是他那个慈悲心在我们想象当中不是一生修的，多生多劫修慈悲啊，所以没有接触佛法，心底还是一片慈悲啊，只知道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啊，为老人，为病人，为苦难人服务，不知道有自己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怪过别人啊，心里头从来没有有个念头说别人不是，没有这个念头啊，跟人家交往遇到有逆境现前了，他回来反省啊，自己不好，自己做人不好，做得不够圆满啊，从来没有去责怪别人过，这不就是岂不是谭经上所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通通做到了，真实的这个爱心对待一切众生，这叫多劫修悲也，究竟灭苦啊，我们从许哲居士身上看到了啊，真的是究竟灭苦啊，啊，他得大自在啊，101岁了还想办养老院啊，你看他那一天告诉我们，他要办个养老院，跟其社会上所有养老院不一样啊，那他要办个什么养老院呢？他要办个像家庭一样的养老院，老人住在这个里面就像住在家里面，有家庭的温暖，这个了不起人有善愿的，天必定帮助他圆满。啊，他一生当中，过去办过十几个养老院，都办得非常成功。啊，你看看，他还是不满意，啊，还想办一个更好的养老院。这是悲心的啊，所以他问我，他有没有资格做佛弟子？我回答他：你是标准的佛弟子啊，真佛弟子啊。所以我给他传授三皈五戒。他统统做到了啊，敬业三福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他十善修圆满了啊，确确实实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啊，要以金刚经来标准的时候，他已经做到无我相啊，
起心动念，他想别人，想社会，想那些苦难的人。只要自己有时间有空闲，他每一天去帮助这些人。自己生活那么样的简单，真正是个修行人的生活。我们到他家住处去参观，住的房间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张床铺，一个小桌子，简简单单的几件换洗衣服，生活在新加坡容易，热带呀，不需要很多衣服而且衣服你们大家都听说，从垃圾堆里头捡来的有破损的了补一补，他穿这个衣服从来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他说的好我要穿一件新衣服自己心里不安，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衣服穿的人，没有饭吃的人，我穿上这个衣服我觉得对不起那些人，这是修悲心呐。他说我要跟他们一样过苦日子，他生活安乐我们从他这个生活行事当中观察到他究竟灭苦他身心自在，一个妄念都没有悲多方便呢，这叫藏藏是法佛法都用宝藏来解释，心地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所以这个藏是什么？佛家讲的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难，般若解脱就比较上容易了那我们从许居士这个人来看法身、般若这两条我们暂且不谈，解脱他得到了，我们真看出来这个境界最低限度是小乘声闻缘觉的境界我们一般人不能够相比法身那是要破一瓶无明才能够证得这个不容易，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般若也在四圣法界里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里面智慧开了解脱
那是见思烦恼尽了。生死自在了。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见到的啊，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那就要问问他一生不生嗔恚心，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遇到不好的环境，遇到不好的人，这个人缘，能不能不起嗔恚心？修行呢，就在这儿修啊，用功啊，就在这个地方用啊。所以人家要问你，什么叫修行？修行最低的限度，如何能跟一切人事物啊和睦相处？啊，这是什么？这是初步功夫啊。顺境善缘，不生贪爱啊，你的心是平静的。逆境恶缘，没有嗔恚啊。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啊？就是在境缘当中修啊。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清凉大师判的列思练心啊，这叫修行啊。就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日常生活当中，把自己的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通通给修掉，这叫修行啊。还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些念头在，叫造业啊。造的什么业呢？轮回业啊。我们生活在世间啊，物质环境顺境啊，遇到些善人，你生起贪爱，贪爱是恶鬼道的业因啊，你将来到哪里去？鬼道去啊。如果遇到的是逆境恶缘啊，你心里生嗔恚心啊，嗔恚是恶因，地狱道的业因啊，将来死了堕地狱。是非邪正不能辨别，愚痴啊，愚痴是恶业，畜生道的业因。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切人事物的环境，我们动什么念头？念念都在三恶道啊，这还得了吗？啊，菩萨为我们实现，教导我们，在一切境缘之中，啊，修什么？修清净心。清净是不染着。
顺境善缘，不生贪爱；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这叫修行啊！这个功夫修成了，决定不躲三恶道。功夫在向上提升，大家般若经虽然念的不多，金刚经都念过，要记住佛在般若会上给我们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随缘而不攀缘，随缘就得大自在啊，攀缘呢就起妄想分别执着，就苦了。经教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智慧，最善的良导引导我们破迷开悟，引导我们离苦得乐。苦乐不是世间人所讲的苦乐，世间人的乐还是苦，我们能懂吗？世间在这个顺境善缘里面乐啊，乐生贪爱啊，用心不善呢、这种乐你能想几天呢？死了以后多三途，那哪里叫乐啊？佛法这个对苦乐的讲法，现前乐，将来还乐，后世还乐，永远都乐，那叫做乐。现在乐，来生受苦，这不是乐。这是佛法里头讲的标准呐。现在苦，受一点苦难，来生得乐，这是真乐。现在我们舍弃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一心念佛，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苦啊。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才晓得哦，这是真乐啊。真妄啊，我们要有能力辨别。邪正善恶是非，只要你有能力辨别，你智慧就开了，你才晓得怎样去修学。所以真舍智慧无量寿经上给我们讲三个真实，真舍之机，真舍智慧，真舍利益，就是二六十中支持名号而不间断，这是真实。
有一念落在是非里面，落在烦恼里面，落在习气里面，就又回到六道轮回，又回到三恶道去了啊。现在我们处的环境不善了，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走上街头，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没有一样啊不是诱惑啊，让你动贪嗔痴慢啊，这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不善。这个语言不好，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回避。啊，如何在环境里面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佛法修学最后的三大纲领，觉正净。啊，这三条只要得到一条，三条通通都得到。禅宗、信宗修觉悟啊，啊，觉而不迷啊。教下修正知正见，净土宗啊，修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啊。啊，我们就本宗要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修清净心。这个重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正法，不是邪法，这是纯善，这不是恶，我们要辨别清楚。啊，在处世待人接物，我们坚守自己的本位，本位就是清净心，决定不污染。我们才能够究竟灭苦。物质生活差一点，这个无所谓。精神生活充沛也，释迦牟尼佛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我们常常在经教里念到啊，皈依佛二足尊，足是满足圆满。二是什么意思呢？智慧圆满，福报圆满。啊，如来有究竟圆满的福报。这福报在哪里呢？华严经看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我们读到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圆满的福报。可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成佛，
物质生活可以说是贫困到极处了。他什么都没有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在我们世间人来看起来，这是什么福报？没有福报啊！智慧我们肯定他有，为什么呢？49年讲经说法，说了这么多大道理出来，这真有智慧。那福报没有啊？这是我们肉眼凡夫的看法，没有看出他的福报。其实他是究竟圆满的福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一下子悟不过来，你听听那个许哲居士的话，你就会恍然大悟了。许哲居士不是没有能力过好的生活，不是没有能力呀，做几件好衣服穿呐。他为什么？他要过跟世间那个贫苦人一样的生活。他快乐，心安理得了。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作思实现呢？过我们这个世间人最苦的生活。让世间最苦的这些人心里面得到安慰。看到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很苦，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一样吧。我很苦，释迦牟尼佛比我更苦啊。度苦难众生呢，这就是此地讲的方便了。悲多方便。世间人有苦乐的感受，佛菩萨没有苦乐的感受。六道凡夫，佛讲有五种受，苦乐忧喜舍。圣人没有这个受，苦乐忧喜舍都没有。所以诸佛菩萨纵然示现在阿鼻地狱，他没有苦受；示现在天堂，他没有乐受。他的心永远清净平等觉，我们从这个地方也体会到我们要修什么。我们在净缘当中修清净平等觉，你就真正懂得佛法，你也会成就佛法。如果还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实在讲在所不免。为什么呢？无始劫以来的恶习气，你没有能力断掉啊。这一生虽然得人生闻佛法，能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不过是在这一生当中又有一个短时间熏习而已，你不能成就。要成就，那一定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才会有成就。
人有福报，福报过去生中修的啊，出家人往往在中年以后有福报啊，出家人都很辛苦啊，过去生中没修福啊，啊，可是学佛出家之后修福了啊，修佛福报现前啊，如果一贪图享受又完了。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我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年轻时候非常困苦啊！啊，今天在座有我一个老同参，啊，金定老法师，啊，他从台湾来看我。我年轻时受的苦难他见到了啊，这些年来修积一点福报啊，可以说是很不错了啊，我可以享福啊，但是我知道一享福啊，六道就出不了了啊，所以一生随缘。从前张安家大师教导我，啊，真正发心修行，弘法利生，啊，这一生呢都是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安排顺境，我们就顺受；安排逆境也顺受。啊，顺逆当中都得自在，佛替我安排的。啊，我的佛菩萨的善护，啊，那么佛菩萨安排的有弘法度生的这个缘，那我一定要去做。我不能说不做了，啊，到个山林，啊，这个，风景，中国人讲风水好的地方，啊，自己去一个人进修，啊，去享福。我今天是有这个机会，这种机会很多很多，啊，不敢了，啊，为什么不敢呢？苦难的众生太多了啊！中国古礼里面，《礼记》里头，《趣礼》里头就有啊，“安安而能迁”呐。我现在确实可以，心安身安啊，能够去享净福啊。但是看看世界众生。灾难频繁啊，苦不堪言，我们怎么能忍心去过安稳的日子啊？所以还是要不辞辛劳帮助一切众生啊。明天我到香港啊，到香港是希望帮助那一边念佛同修建一个小道场啊。我劝勉他们建居士林，香港没有佛教居士林啊，希望他们建立一个香港佛教居士林，大家在一起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缘看起来是可能成就的
我帮助别人，我不干涉他们，我也不会到居士林去做林长，也不会去做住持，只是他请我去讲经，我会去。他请我们去领导念佛，我可以派一些同学们去。明文立扬，我边都不沾了。我们自己才能得身心清净。这是张家大师，我认识他老人家头一天，他就教我放下，彻底放下。可是呢，他越放下了，他越多。这个佛法讲呢，舍得。你舍，舍是因呢，得是果报啊。舍财得财富，舍法得智慧，舍无为得健康长寿。这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以财法无为布施供养一切众生。我做了几十年了。我在讲台上讲经，今年是41年。我记得我学佛7年在上台讲经。所以从学佛到今天48年。遵守老师的教诲。48年当中深信不疑，感应不可思议，于是信心十足，上个月我到美国去了一次，在旧金山住了2天，洛杉矶住了4天。我6天收的供养，收了8万多。在旧金山收的，全部供养旧金山道场；在洛杉矶收的，全部供养洛杉矶道场。我一分钱没带回来，诸位要晓得，愈施愈多啊！跟那个地方的同修们呢，借法缘呢。钱财不能要啊，一要麻烦就来了，贪嗔痴都来了，换一句话，后面跟的是三恶道啊，舍净了，你就不会把三恶道舍掉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慈悲心从这里上入门，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了。慈悲心是偏重在福德上。谚语有所谓啊，福至心灵啊。福报现前是智慧开了的心灵。所以这叫藏啊。如来果地上称二足尊呢、
福德圆满，智慧圆满。圆满的智慧福德不是自己享受，是要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去享受，这才是真实的智慧福德。啊，以福德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以智慧帮助他觉悟，提升他的境界。啊，这个里面就是像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说的随类化身，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了。感应道交，绝不失时。这都是事实，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所以有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啊，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啊，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说的是什么法呢？为众生解决障难之法。众生要没有障难，佛就没有法可说。啊，只要众生有障有难，佛就有法可说。啊，所说之法无非是帮助他消灾免难而已。啊，消灾免难的理论方法。啊，佛为什么会有这个本事？这就是圆满智慧。佛知道你的障难从哪里来的。所以说法了，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换一句话说，就看对方呢有没有听懂，能不能接受，肯不肯依教奉行。啊，真正肯依教奉行的，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可是我们要明了，越是在末法时期，啊，这个是中国谚语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事实。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累积的习气，越累积越多嘛。烦恼越重嘛，习气越多嘛，这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相法不如正法，末法不如相法。啊，佛当年在世，说我们这个世间为五浊恶世。我在40多年前刚刚接触佛法，我听到这一句话还不服啊。啊，可是现在啊，听到这句话了，那没话讲。
现在这个浊污，浊是什么呢？污染。大家都晓得，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的污染。这浊啊！现在人也逐渐意识到了，人类的精神污染、思想污染、见解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叫恶。所以这个世间呢，佛讲的一点都没错。五浊恶事那个果报啊，那就太苦了。所以外教许多宗教讲啊，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因是什么呢？就是严重的浊污。浊污到极处啊，世界末日就现前了。诸位要晓得，世界末日是花报啊。果报是地狱，我们听到齐素平居士他这个父亲附在他儿子所说的这话，他堕了地狱，他堕了个地狱，不是严重的地狱，因为他造的罪业还不是极重的罪业，所以他那个地狱是小地狱，已经是苦不堪言了。现在人造的这个业，那比他重太多了。我们读读《地藏经》，就知道这个事情的可怕。千万不要以为佛说这些事情是吓唬人的，无非是劝善而已，你这个想法就劝错了。金刚经佛说得很好，如来是真语者，真就是不假了。实语者，实际是不虚，不虚伪。如语者，如语是说的事实，完全相同，决定没有过分，实话实说，不增不减，这叫如语。不狂语，不妄语，佛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对佛的话要深信不疑。所以修行第一步，培养慈悲心。佛家是常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什么叫方便呢？把慈悲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以真诚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里面诸位必须要记住，要有高度的智慧啊，帮助别人，爱护别人，如果这个里头生的感情，完了堕落了啊。所以佛家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是什么原因？没有智慧的慈悲就是祸害啊，这个里面产生了感情的纠纷，必定堕落。方便里面没有智慧，就变成我们现在所讲的手段。造作种种罪业了啊，流说往下去流了，人下面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你就往下流了，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帮助人要有高度的理性。要有真实的智慧啊，决定明了通达，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事待人接物成就功德，不造罪业啊。什么是功德？增长自己的戒定慧是功德啊。什么是罪业？增长自己的贪嗔痴是罪业。所以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自己一定要很冷静地观察，我是增长戒定慧还是增长贪嗔痴。如果增长戒定慧正法，要是增长贪嗔痴是邪法，邪正就看出来了。你要认真仔细反省啊，你不反省，以为增长贪嗔痴还认为做了好事啊，还认为自己天天在积功累德，错了。这是关键的所在，我们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为帮助苦难众生，不要被卷入漩涡里去啊！你不能帮助别人呢，自己要毁掉了，这就全错了。啊，所以在大乘法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先修小乘？啊，今天我们的修学确实产生严重问题。啊，小乘法时期直接入大乘，所以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过失。小乘法是巩固自己啊，在戒定慧的基础上啊，站住脚 啊，然后大乘呢，戒除一切广大众生，才有真实智慧，才有善巧方便啊，不至于堕落。因为接触群众产生许许多多副作用啊，名闻利养都摆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动心啊？五欲六尘天天围绕着你，你用什么心态去应付啊？稍一不谨慎就堕落
这是方便出下流啊。古时候是循序渐进的，先学小乘，再学大乘。啊，密宗尤其如此，密宗是先学显教，再学密教，根深啊。唐朝中叶以后，小乘在中国衰落了，那是有原因的。古时候出家人都是知识分子，换一句话说，都念过儒书，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涉猎过，所以以儒道代替了小乘。这个行啊。那么现在我们修学，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直接入大乘，就变成没有根了。所以我们修持不得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处事待人接物，就用不上力了。依旧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修行成就比不上古人，原因在此地。我们看看出家人，你看高僧传，比丘尼传，在家人，你看看居士传，过去修行正果的人有多少？现在在这个时代，修行正果还没听说了。神通特异功能，我们常常听说，那不是修行的，那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的。那么现在这一类在这个世间上很流行，很多，我们清楚，佛在楞严经上说过50种阴谋啊。出现在世间，在这个时代，《清净明慧章》里面说的那么清楚，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哪些是邪思？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神通感应是很能够吸引人的，佛不用啊，佛用正法啊。什么是正法？教学、念佛、诵经、持咒，正法啊。佛不用神通，不用特异功能，为什么？因为妖魔鬼怪都有特异功能，都有神通。如果佛菩萨也用，我们对于佛跟魔不能辨别了，无法辨别了，会把佛魔当作佛，那我们的亏就吃大了，所以佛不用，佛有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比他还要超过。
如果我们坚持遵守正法，这就对了，不会误自己，也不会误别人。偶尔这些神通感应可以给我们做佐证，做一个正善缘，不是主修的，主修的还是在经教，还是在念佛。我们本宗以无量寿经的教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历代祖师大德都作思实现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的，不能错了方向，不能错了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经中五经一论，无论依哪一部经都行。无量寿经现在流通的总共有九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五种是原译本，三种、两种汇集本，一种截教本，都可以，都是劝你念佛吧，不必去问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不好。金刚经上说的最好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佛说的，所以说每一个本子都好，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可以依哪个本子，只要能够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你功德就圆满了，不必去怀疑，不必去分别执着，那个对于念佛往生是有障碍的，你要问什么障碍，你心不清净就是障碍，你不能够念到一心，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这是往生的条件，要想到一心不乱，必须把分别执着放下，别人争论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们知道争论，无论是胜是负，对于往生都产生了障碍。所以清凉大师幕后这句话说得好啊，为安众生啊，所以开示。这个开示里面就包含现身说法。诸佛菩萨了，应化在十法界，以种种不同的色身、戒瘾、
根熟的众生。这个根熟的众生不定在哪一道，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佛菩萨看得出来。啊，什么叫根熟呢？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能行，这个人根熟了。他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第一对象。那么第二对象呢？有善根没成熟，佛菩萨为他实现，帮助他成佛成熟啊，这就为他讲经说法，劝导他，诱导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希望来生善根成熟。啊，这是第二类的对象啊。第三类啊，过去生中没修过的，没有善根的。换一句话说，佛菩萨讲经说法，他完全不能接受，甚至要排斥。啊，这没善根，没有善根，佛菩萨也不舍弃，啊，才真正的与佛事门中不舍一人相应了。啊，没有善根是为他做善根，啊，给他种善根。他见佛，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名号，听到说法的音声，所以业力而根永为道种，这是众善根呐。啊，他不相信，不相信他也听进去了。啊，阿赖耶识里头也落种子了。啊，那么这个种子，多生多劫之后啊，一定慢慢会成熟。由此可知啊，诸佛菩萨在世间示现，没有一个众生不度。啊，真的是以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开导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的缘分无比的殊胜。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毫无疑问业力来的。啊，我们是业报受这个身的，虽然是业力来投胎的，还不错，过去生中啊，我们的善根深厚，所以有这个缘分闻到佛法。啊，闻到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就证明我们善根相当深厚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解得不透彻，行得不得力。啊，虽然信啊，这里面还有疑惑，
这是说明我们这三种善根有，但是不够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啊，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了，总在于缘不同。这句话重要啊，这句话说的太好太好了。如果我们这一生遇到的缘殊胜啊，这就是有好的同参道友，有好的修学环境，就能够弥补我们过去生中这个信愿行的不足，都把它补足起来了，这一生就成就了，不必再到来生啊。今天新加坡这个缘殊胜啊，我们的讲堂天天讲经说法啊，没有一天间断。我们的念佛堂24小时念佛不中断，四世供养不缺啊。这种殊胜的缘自古至今都不容易遇到啊，我们今天遇到了，你才晓得这是多么大的善根福德啊。在这个里头一切不要操心，万缘放下，一心向道啊，成就自己的道业啊，然后一定要知道报佛恩报众生恩呐 啊天天那个念的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话要落实啊，那我们就有真实的成就了。这两句话天天口头上喊到不能落实，我们这一生往生就有问题啊。我们接受佛恩，接受善知识恩，接受这个四众供养之恩，我们不懂得怎么报啊，只有享受没有回报，这问题就大了，就严重了啊。如何回报呢？真实修行就是回报啊。我念佛念到将来能往生，这是回报。弘法利生是回报啊。所以回报不外乎两桩事情啊。第一个，真实修行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毫无疑惑，这是报恩啊。这个身体还在世间，随缘随分啊，弘法利生啊，这个是报佛恩，报众生恩，四恩总报啊！只要能报恩，就能够拔济三途之苦啊！所以你们诸位看到啊，齐素平居士修得不错啊，自己能够认真修行，又能够啊护持正法啊，他的父母在地狱里头超生了啊，从地狱超生到人道，不错了啊。这个
这种感应给我们做了证明。功不唐捐，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这是天王给我们的启示，他的这个修学方法提供我们做参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